曹夫人啊，小的华安叩见夫人万福，万福。夫人去摕两两银来。是。华安，看你面目清秀，一表人才，为何乃未心花富贵咯？小的禀夫人主事，爸母就相忘，无依无靠，无亲无戚，所以看起来也真可怜啊。禀夫人，银两摕来啊。小叔哦，华安是华平在，带华安落楼是。阮有人讲，阮要小叔哩。多谢秋香姐。哎呦！我啊，手脚钱加着啦，够少代志，钱也会加人哦。行啦，咱即摆好来去啊啦。好、哦，华平兄，啊，咱即摆是要去倒？俺即摆就来个大娘叩头啊。哈，大娘爱叩头啊？当然啦、啊，不只是大娘哦，还佫有二娘、大少爷、二少爷，拢嘛爱去叩头。是啊。都去磕那侪头，我头壳唔去啃我。嗯，这是咱府中的规矩，若是新来奴才吼，搁查某囡仔，拢唔爱伊去叩头。行，咱即摆好来去啊。华平兄，卖去会使袂？当然是袂使啊！谁叫你是奴才啊？行啊！奴才。行啦。秋阳的三秋啊。紧嘞紧嘞，已经到大娘的房间啊！你小等下，我先甲大娘禀报吼。哦。禀大娘，老宅花瓶带新来主动花安来甲大娘叩头。贵姬啊，你去甲伊讲，讲我今日吼身体无啥爽快，叫伊另天再过来。是。花瓶哥。世间哦，这么缘投的查甫人，哎，华平哥，伊什么人啊？啊，伊就新来的主动华安啊。华安，华安哥，哎呦，你若这么缘投，我从来拢没看到这么缘投的查甫人呢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家叫做桂枝啦，是大娘的查甫囡啦，以后望你多多指教。好啊啦，你慢慢的上班，你快点来啦。华安哥，啊，今仔大娘身体无什么爽快，要不你连刚才去来啦嘿，你连刚一定来，我等你，我一定等。哇哒，你安尼哦，等你新来会叫你惊着啦。哎，你早就下啦。好啊啦，华安哥，你一定来，我等你嘿，我等你要好。你好就去啦。啊。
安啦，哈，看你讲哦，拄只迄个哦，伊叫做桂枝，是咱府中上届三八的一个婢女，以后哦，伫遐较小心的。多谢华平安尼甲我指示，搭大娘伫遐人好，啊，拢唔免人，休困啊。即卖哦，等好来去二娘的房间，甲二娘叩头。二娘。是啊，行。华平啊，什么代志？二娘，敢是苏州的人嘞？是啊，二娘哦，伊是苏州有名的财主，东碧号东界湾的标志呢。啊，我靠！行啦，免你靠啊啦。我该愿不做。我安啦，我看你安尼狂念啦，你唔知咧念啥，你是咧念啥物啦？啊，华平兄，拄只大牛伫破病，我想二牛伊嘛是伫破病啊。我想咱加行免去嘛。是谁甲你讲的？二牛勇勇行行，即摆咧房间咧等你啊叩头呢，行啦。无去袂使。当然是袂使啊。行。还你先坐。啊，华平兄，唔知咱哪去憋到落来，管哪样用，巴肚疼啊，要死。无，今仔卖去，咱明日再来坐好无？巴肚疼，巴肚疼嘛爱去啊。啊，巴肚疼爱去啊？谁叫你是奴才？行啦。奴才。啊，奴才就奴才。我的情也袂哦。我先来给二娘禀报。是。禀二娘，奴才华平带新来的主动华安来给二娘叩头。素月，你去叫伊入来。是。华平哥。我吼叫素月啦啦，我是二娘的查某囝，以后吼，咱是一家人安尼。来啦，你来。哎，都，你来。哎，我平娘。冰二娘，花安来了。叫伊入来。是。
老财，你叫做什么名？华安。华安，我是在问你的本名。小的本名叫做孔酸。孔酸，嗯，你是不是苏州的人士？是。那哪呢？你苏州还有什么亲戚无？亲戚拢死啊。那哪呢？你的爸母呢？嘛死啊。是安怎？你入来见二娘，头奈无打起来呢？赶紧将头打起来啊！叫你打起来，你有听到无？打起来就打起来啊！我也是苏州的人，你捌我无？啊，我唔捌。亚娜呢？我甲你讲，你认为我是苏州的财主，董吉虎、董盖元的表姐。董吉虎，你大概敢袂唔捌哩吼？我捌听过啦。华安。我甲你讲，寡妇的规矩心严厉，孝文书害你苦滴，无论路在也比你一点啊差错，做难事。我知，多谢你娘。处处着金丝，芳地扫地爱认真，遵守家规是上要紧，是只有为君你负的忠心。做一样
华安在。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何必苦求有此花？这句话你大概敢捌听过吼？你若是搁安尼接袂落去，到时阵失败名裂，后悔也着袂赴哦。低级，低级，不低级，不低级，低数都是低级。滚！大兄，啊，拜托你讲话嘛，讲一个较紧的好无？啊，一句话就提几波，哦，你讲话有够歹听嘞！你嘴齿足大块吼，啊，讲话听起来有够艰苦的。规气，我来去夹一支夹刀，嘴齿甲你修修较细点，讲话就较快活啦。啊！你嘞！哈哈！你咧读书的声音，哈哈！啊，无咧偌好听啦。啊，我来歹听，拢嘛是互你的影响，佫较歹听嘛比你较好听。嗯嗯。哦。低级，都是低级。啊，即摆已经到租房啊啦，啊，你家己入去，我佫有代志。好。不低级，住级低级都是低级，不低级都是要做不低级，低级都是知影的低，住级不低都是唔知影的低。哈，哈，迄个人是啥？你来到底，哈哈哈，安尼，哈哈，拢无讲话。我紧，我来去家问看卖咧。干嘛？喂，你是啥物人？你伫遐咧创啥？我本名叫做孔山，即卖叫做华安啦。啊？华安啊，对，咱爸吼，讲这两天啊，搁买一个新的花童，叫做华安，安尼原来就是这讲的啦。啊！都是伊哦！喂，还来！你知影阮是啥物人无？我哪知你啥？哈！哈你哈足好胆的呢！哈你哈哈见着有我大少爷、二少爷，哈你哈唔免见咧！啊！讲啊紧！靠头！较底话收，听你一句话就听袂着啊！我大嘛，阮大个嘴齿大块嘛，你记着阮两个大二少爷爱跪落叩头。是啊，计大二少爷，我着去甲恁叩头啊。是啊，上叫恁是老财，叩。叩。哦，爱叩我就甲你叩啊。啊，靠近大牙细牙，嘿嘿嘿，安尼嘛才较差不多，嘿嘿，啊，安尼都对啊啦。哎，华安，你要来阮家做主动，啊，你会晓做啥？啊，讲会拢会，啊，讲袂就拢袂啊。哈，哈，你较袂晓做的是啥物？袂晓的是啊，芳茶、素茶、煮花布，这我拢袂晓。哈，你哈会晓食饭袂？当然会啊！啊，嘿嘿，好佳哉，你搁会晓食饭啦，无你就枵死的。诶，华安啊，哈你哈较会晓的是啥物代？啥物代志？会晓的是食好穿好，啊嘛会晓做文章，啊也嘛会晓。啊，搁会晓啥？最拿手的就是偷香切肉啊！臭肉，水哈，是啥货？做头香，切！哎呀，搞杂某啦！哦，大兄，伊会晓头香臭肉，咱归去吼，拜伊做老师，叫伊教咱搞杂某，搞臭肉。对，安尼，阮两个兄弟拜你做先生，啊，你教阮搞杂某，哦。你要拜我做先生啊？嘿，你知影拜先生的规矩无？什么规矩？爱给我跪落去三叩九叩跳啊！嘿，无问题。嘿，对啊，伊若教咱交查某，咱搁十叩九叩嘛拢叩予伊。对，来。
口，半口都口。啊，一口，啊，两口，搁三口，四口，啊，五口，口，啊，六口，啊，六，七口，八口，九口。啊！你那死死创啥？你那哈？我伫咧拜老师啊，伫拜老师嘛。啊，老师早都拜过，你拜什么老师嘛？嗯，那也不是拜你啊。啊，要不你拜什么人啊？拜迄个啦，迄个啦。我，这个什么人啊？迄新来主动华安啊。对。啊，你早那你甲拜？嘿，我要拜伊教阮桃园畜育教查某的老师啦。嘿，啊，真乱来啦，嘿。喂，你真心来主动性，叫老师那边甲叩头。哎，我是庙华府为奴啊，并不是庙里，为什么都要向你叩头呢？嘿，我是太师府内底教书啊，要你心来主动，当然爱甲跪落叩头，叫你叩，你就要甲叩。好华安啊，哈你卡你慢哩，哈伊爱人叩你，你多加解。哭嘛，嘿啦，哭一下未死，也甲哭伊啦。华安哭见老相公。干那安尼尔念，跪落啦。哭见老相公。凡夫俗子，不知礼仪。